你们的英文老师马丁。今天回家的功课就是英文习作第十页到第三十页，不会太多吧？不会不会，分量刚刚好。老师好体贴呀、哦！今天回家就把数学讲义剩下五题抄完就好，好不好？ Oh my god， 我已经爱上他，真是特别大，家伙的奇怪钥匙中的魔法，脸上留。烦呢、欸，多人造题，不要熬夜、啊。He takes handicap to the hospitals. 老师，他们说你衣服很丑啦。我这个衣服可是跟马丁老师买同款的。你快耶！你们这么吵，老师就没办法上课，老师会生气哦。长得不帅，脾气又差，这种人啊，一定交不到女朋友。哎，老师在办公室。好啦，脸还是帅的啦。